是想赛的第二场对决，没错，也就是关键的一战，能否进入决赛？对，能否得到冠亚军赛的资格，就靠这一战呢。对，评审老师究竟谁会把哪一个队伍送进我们的冠亚军的殿堂，哪一边要让他们背着背包就回家了呢？评审老师有结果了吗？来吧 ，1、2、3， 恭喜我们。